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培。这次影片给大家介绍一个近日开始热门起来的移动技巧。手把玩家别听到移动技巧就把影片关掉。这次技巧手把也能做，而且很简单。那先感谢观众 Casio 给我提供这次的技巧。早在外国讲解这个技巧的影片推出前，他就告诉我这个。只是那几天我女朋友刚好生日，所以我放假。现在先看一下这个移动技巧怎么做。先给你们看一下最简单的运用。很简短对吧？先不要小看这个技巧，确切的做法是对着一个比你平地高的地方，例如是墙壁或者比你高的地面，用近战打过去，击中的同时按制向后，那就会造成这个反作用力向后飞的效果。这也是为什么手把玩家也能使用的原因。如果你是用鼠键，就在击中的时候按住 S， 手把的话只要把控制杆向下拉就行。当然手把还是会比较难做，因为很多时候需要你把视角转180度，这就取决于你的手把灵敏度吧。如果调得比较快的话，基本上跟鼠键玩家差不远了。这招拿来实战的话不算没用。以下是 Casio 给我的一个实战应用片段。影片里面的实际应用就是拿来快速移位，如果他要跑到后面的掩体，他要转头滑铲过去，但用这个反作用力大法，连转头都不用，一拳打下去就能靠动能滑过去了。其实想一想，这个技巧反而对手把玩家更有利，减小了他们需要180度转向的情况。另一个优点是可以一直看着前面，了解着敌人的动态，不像是平常那样转头过去，可能敌人就趁这个时机移位了。但除了这样快速移位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多人知晓的用法，就是拿来快速下波。先给你们看一个最经典的用法。基本上是同一个方法，只是因为任何在你向下滑的时候，背后的三波都成为了在你水平以上的墙，所以向下滑任何时候近战背后都会有反作用力的效果。重点是这个效果可以叠加造成这个超级速度。这里比对一下正常向下滑还有用反作用力方法速度的分别。那这个技巧的道理还有操作都很简单，但可以使用的地方都不胜数，尤其是新地图。而我自己有一个简短的总结可以说，那个滑波够强，给你进站两次或者三次以上的话，基本上就比用平常的方法滑下去快。下面是我在制定上就会用这个方法，在不同的地方用这个技巧加速下去的片段，而且配上用正常方法下去的对比，让你们自己判断这个技巧值不值得用。也有其他人会担心这个技巧会不会算是滥用漏洞机制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很多知名的顶列开台打排位都在用了，所以就算是未来这个技巧被封了，也应该不会对你的账号有影响，毕竟也不是什么影响游戏平衡的技巧。后面继续给你们看用这个技巧在地图里面周围跑的比对，有兴趣就继续看吧。上个星期的抽奖结果在我的 IG 动态上公布了，这是 EA 继续赞助 APSB 的抽奖，抽奖方法在置顶留言，所以记得订阅还有账号影片还有去留言区账号留言哦。先说到这边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拜拜。